你现在直播平台每个月都看好几个超正直播主来领几个月底薪，然后业绩做不起来就走了，对啊，没有成就感嘛。外表先让人停留在是吧？老大是怎么保持了每次开台的好心情？很简单，金鱼脑，金鱼脑，你只要很容易忘记，你就不会有不开心的事情了。我真的是